是人吗？不是人。是人吗？根本不是人。不是，咱俩在这说江建凯呢，你指望我干什么玩意儿？我太激动了，我。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全在这坐着呢啊！我得跟你们说个事儿，怎么个事儿呢啊？江建凯前两天哈写了一篇优秀稿件，领导给奖励了500块钱。哎呦我的妈！连瓶水都没舍得请咱俩喝。哎，你说要没咱俩当时帮他赶稿子，给他出点子，到后半夜1点多，他能得奖金吗？那还用说吗？江年凯他这个人还有个爱好呢，哎，平常哈就喜欢相个亲啊，对，每个月平均下来都得相个10回8回的，没有一回能成功，是天天都挨踹。作为一个情感专栏的作家，就这个啊，还教人咋处对象，长得那个样吧，老气横秋的。你说他得多大岁数了？至少50。那都。这水咋还掉了呢？越说我越来气啊！挡得住，挡得住。越说我越来气，你就说他天天顿顿都吃韭菜盒子，那味儿啊！哎呦，我这一想我都恶心。怎么的？爆锅吗？开饭店吗？要是他没在这儿，他要是在这儿，我更得这么说了。你敢不敢这么说？你还是不是个大老爷们儿啊你？我敢！我就说了。江建凯，作为一个情感专栏的作家，天天光个大脚丫子，哎呦，穿个破拖鞋就来上班来，啊！我就说了，爱咋咋地，一天天脚丫子那味儿啊，都辣眼睛啊，辣眼睛啊！一天天的啊，脑瓜子顶上统共就那么几根毛啊，怎么藏得住那么多的头皮屑？一晃我脑瓜子，跟下雪似的呀！好大的雪！一次牙跟个土拨鼠的。土拨鼠，我反对啊！老年土拨鼠，我反对。会下雪的土拨鼠，终于达成一致，来，爱咋咋地。来了哥。奇葩，俩大奇葩。哥，不对呀。我在电视剧里看到过这种情景，如果说有两个人在背后说一个人坏话的时候，当另外一个人出现了就该停啊。哥，你都听着了？听到了，听得真真的，标点符号都听到了啊，每句话后面全是感叹号啊。文文，你别哭啊，我知道不是你，是他。陈德斌，俩眼睛看到我了吧？啊，你那俩窟窿眼是不是看到我了？看到了呀。那你咋不停呢？不是，你别这么激动，你听我解释啊。我是觉得反正你也都看见我了，那我在你看见我的时候吧停了，和我说到最后吧停了，都一样。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在看到我的那个时候就停下来，你伤我伤了就不会那么深。想，如果你在看到我的时候就停下来，是不是后面就不会有什么土拨鼠，会下雪的土拨鼠？你知不知道？完全不知道啊！我让你知道在哪停啊！那咱们现在我演你演我，咱们情景再现啊！我说土拨鼠的时候你就上来，好不好？冲劲！干什么？文文，听哥说啊，你配合我一下好不好？咱们现在开始啊，开始。陈德斌，你满头的头皮屑像下雪了一样。到你了。好大的雪。陈德斌，你脚味太大了啊，太大了。到你了。辣眼睛。陈德斌，你就是一只土拨鼠，土拨鼠，你就是一只。等会儿。不是哥，你要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还得回家呢，我还得赶地铁呢。你为什么不上来？啊？你为什么不生气呀？你大点声说话呀！奇葩，两个奇葩，说我头皮屑多是吧？我以后天天不洗头了，说我脚味大，我以后不穿鞋上班了。
他要是这状态的话，相亲应该能成功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祝福他吧。祝福他。好，谢谢。